大于19平方，你的题目是 f of s 等于 8s 减 2a， 然后 g of s 等于 2s 减 1， 然后这题的题目是 f of g of s 等于 g of f of s， 然后要求 a 的解，所以我们可以从 g of s 再到前面这个上面这个公式可以得到 f of 2s 减1等于 g of8s 减 2a， 然后再把这个带到上面公式，这个就等于一个 s 的定值，带到上面就是8的堆颜色，8的 2s 减1再减 2a 会等于2的8s 减 2a 减1，对 ，a 等于2分之7，这不要再算。所以 a 等于2分之7。